调一下温度和时间。温度220度已经达到了，时间是45秒钟，这已经调好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来试烤。这个是羊毛毯，这个是我们自己的，就是说来还韩国色。好，我们接着把布还在这个样子。手启动开关。好，他现在开始倒计时。我看一下那个，把那个机器整体给他看一下。上面已经没有颜色了，非常的那个颜色已经泡上去了。好，这是我们刚刚烫好的效果，非常的鲜艳。好，这是我们刚烫的效果。这个是您自己您烫好的样板，这是您的样板，两种效果是可以对比的，是一模一样的。好，可以了。好，谢谢。